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。K 票房是吗？对 ，K 票房已经有人了。好，开了。那不能跑，我架他。咱们旁边屋有一个，有一对小伙，听着了吧？大兵往前压，别出声，别出声。进步啊！哎呦我去，是倒一个吗？对，倒一个，左边是两个人啊。倒一个，你开的是吗？对，妈的，我看谁得敢在这道上动，我看谁敢上这条道，我得崩死他。好，好，现在就差里边这个了。我来。等会儿。我在卡里边了，怎么了？医疗房方向来人了，听到了，不知道一楼还是二楼。别漏了，别漏了。倒了，应该是倒了。应该是倒了。在这儿呢。看，看完呢。太黑了，我操。好，看着了。把这包都先舔了。起来吧，在哪儿呢？你照了，给我照点。妈的，滚！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滚！如果说他们四号塔，你可以看看。好，我再看。如果说他们往外边走的话，告诉我呀。小飞机给他爆点吧。嗯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一个，但是他一直在走，我打不着。在哪里？先小房三楼。黄鹤楼有一个，上楼了，上楼梯声音，在楼上二楼。哎，倒一个。是套子呀？是头吗？不是头，胸部一枪死。不打头你不？他一直在晃，他也发现我了，没法再有瞄头的机会了。转移一下吧。打掉一个。没事。二楼啊，咔咔在那走呢，转身的别转了啊。嗯。走不下去，有人转身了。那个在舔他的尸体，我打不着了。你看着，别让他从这边出就行。我不知道是打的头还是打的身体。第二个，开任务呀！啊，这个人也死了，这个人也死了，也是胸部吧？这个人？不知道。那你问谁呀？啊，你问谁呢？请问？刚才谁舔的？哎呦我操，这是不是 K 了吗？来 K了。如果当时问你，当时帮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包你带出来了，我直接套的你的包。